这是离山这个山景，然后前面这一眼的这个高的就是雪山，然后再来就是中间这个亮亮的这个的后面那个黑喜大剑山，然后这个最尖尖的嘉雅，然后这里有一个陡峭，左边一个陡峭壁，这个是小剑山。今天是那个12月25号，耶诞日，所以教堂上有一些活动。啊，这是离山的耶稣堂，不过荒废很久。啊，今嘛礼拜就算讲又重新改建。还有叫规划一个新的平台，很漂亮。这还没开幕，这个是主殿堂，在这里。漂亮的花。